你是不是特别喜欢？
爱之恩。三日之内收回体育馆，解散矿。啊，这么着急？为什么？第一，我不喜欢浩宇；第二，就算是美女的话，不能为我赚钱，我为什么要养？第三，格斗选手的核心价值在于一拳一脚，当他们的容貌和他们的身材成为他们的卖点，又有谁会因为他们的业务能力而买单？所以他们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价值。那还有第四吗？第四，你收了我那么高的律师费，想看美女花自己的钱，我要算我账。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啊！哎，我一定要找保镖吗？嗯。我们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让那个许诺不动狂虎呢？许诺最近在招保镖，如果我们能想办法靠近许诺，不就能知道他下一步做什么了吗？要不你们去应聘一下。要有人能接近许诺，摸清他的打算，现在唯一的方式就是给他做保镖。谁能用三分钟向我证明，当发生危险的时候，你是可以保我命的？除了安慰以外，谁又能帮上忙？凭你喧闹的窗，疼痛出手歌唱，我渐渐封藏感觉的过往，生活推着。哎，小心！两分半。你来应聘保镖，你知道保镖是干什么的吗？你知道目前来说我都存在哪些危险吗？我知道啊，所以我来应聘，没想到正好碰到你的危险。我不需要女人保护。你不觉得你命中注定需要被我保护吗？我对你突然有了崇高的责任感。徐总，你得尊重游戏规则，他已经证明了三分钟之内他可以救你性命。试用期一个月，在此期间不得与我发生任何的亲密肢体接触，不得打探我的隐私，在非工作期间不可以骚扰我，电话必须24小时开机，不得失联，随叫随到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明天开始上班。后天行不行啊？明天我有事儿。没问题。好。你招保镖还是我招保镖？哎呀，你的不就是我的吗？今天豆浆好淡，一点味儿都没有，不好喝，昨天放糖的好喝。你看你老喝这么甜，对身体不好。那哪儿不好？我现在不挺健康的？你不喝甜的，你冲不开水喝不好啊？那你个糖水不行吗？你给我尝尝。哎呀，还有两个。小丽，我跟你说，要不是你每天给我们准备这么丰盛的早餐，我早就……早就干嘛？离开黄湖？早就谈恋爱去了？小样吧你。好了，我有正事要和你说，但是这件事情你们一定要帮我保密，不能告诉我爸，也不能告诉志孝哥。什么事儿这么严重？应聘许诺的保镖。去多久？
实习不要了，工作也不找了，你参与志愿者的心理实验室你也不去了，大大的患者你也不管了。实习证明好办，实验室的时间也可以调整，难道就可以许诺工作？这不是工作了吗？也是，但志霄哥说了，许诺身边现在非常危险，你们有更好的办法吗？没有。做完今天以后，我就不继续了。抱歉，六个月的治疗时间，还是没能让你感受到自己的情绪，没有对你的情绪失联病症起到任何治疗效果。谢谢你，秦生，还有那位帮助我的心理志愿者，请问我能当面感谢一下他吗？不行，我们签过保密协议的，不让你们看见彼此的样子。声音也做了变声处理，就是为了不要影响你们各自的生活。今天是最后一次治疗了，上次你问我什么样的笑是开心的笑，我想了一下，就是那种嘴角上扬出自然的弧度，自然的咧开嘴笑出声，像这样。来，你现在闭上眼睛去想象我说的这些画面。如果是想要悲伤呢？该怎么表达？我妈妈葬礼那天，我怎么都哭不出来。我明明是一个连看蚂蚁搬家都会流泪的人啊，亲戚们都说我是个冷血的小孩，妈妈去世都不哭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有着比眼泪还要痛的悲伤，所以我没有哭。我表达悲伤的方式是用我妈妈抱我的方式抱了抱自己。跟我学吧。赶快关机器，设备显示不正常模式。哎，你没事吧？设备好像出故障了，没事吧？好像设备出故障了，又会被吓到了。算了，我感受不到害怕，我只能感受到疼痛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被吓到。对不起，还是没能帮到你。医生说我的共情能力是100分，你却只有0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真希望可以分给你50。谢谢。西诺，我去开车。上车了，我好像撞到什么啊？撞到东西了？啊！易小夫，什么样的笑是开心的笑？就是那种嘴角自然上扬成弧度，自然咧开嘴，就是幸福快乐的笑。感受到真实的幸福感。老板，你平常皮笑肉不笑的时候已经很恐怖了，现在就叫惊悚。
这是一个爱笑的女孩教我的。为什么？我连笑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。笑，又不是做生意，光靠努力是不行的。笑是感受到幸福之后自然流露出来的。那个爱笑的女孩是谁啊？我又感受不到真正的幸福。是谁啊？啊？我请你来是当保镖的，不是来打我律师的。是因为他先用那个杂志打我，我就条件反射的就踢了他，不是故意的。打你？打你哪儿？他就是三分钟之内救徐总的人，告诉你们识相点，别惹他。那你告诉大家，如果有人偷袭你，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？偷袭？可蒂啊，你说他先拿这个打你的头，所以你才打他。虽然是不痛吧，但这就是人的生理反应嘛。不痛？你干嘛？还是有一点痛，像打他一样，打我。打你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在上班的时候。好，那打他。不是，要用什么用？我打。哎，算了算了，算了。怎么？我看他痛不痛？算了。可思议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对我施了什么魔法？魔法？什么魔法？就比如说，如果你挨打了，痛的不是你，是我。徐总，我们发现你这冷漠的外表之下，竟然有一颗充满童趣的心。简直就是言情小说男主本色啊！不过徐总，一直没有你一上午都没笑过。你凭什么要求我呢，可思议？还有。我警告你，跟我保持一点距离，否则你碰到我的话，我就扣你1000块工资。
一下，别把我的脸，我明天要上班。期锻炼，身体健康，死不了。我很忙，他没死，别给我打电话。你心脏复苏，人工呼吸都可以啊。人工呼吸？喂，喂，人工呼吸？基本医疗救护手段，就是嘴碰嘴而已，不算接吻。何况他长那么帅，我也不亏。换衣服的时候我逛了一下，你也太大了吧，你一个人住不孤独吗？这还能看到湖。你是不是特别有钱？那你怎么还这么抠呢？
上药。好，好，上药。不让上药在摸什么？我得确定你哪受伤了，我才能给你上药啊。肌肤也太好了吧，别说伤口了，淤青都没有。还没给你上药了，你分什么分啊？我这么多伤，我没做皱一下了吗？你怎么受伤？你坐我干嘛了？我做梦了，做梦然后四处碰撞，所以就这样。我给你上药啊。你到底干什么了？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？睡觉。你看着我的眼睛，如实的告诉我，真的没有打架，回去就睡觉了？没有。不可能，我怀疑。我在想些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呢？糟了！怎么了？错了呢？去厕所。怎么摸我腿一次，摸我胸一次，我都要扣工资的。你都疼成这样了，你还算钱啊？抽筋，所有的疼痛都堆积到了小腹的感觉。
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。躺下。嗯，躺下吧，小凤这儿。起来。这样呢？嗯。你等着。为什么喝这个？他喝。烫。幸好还有一粒。用红糖水顺下去。这什么药能吃吗？你先吃了再说吧，死马当活马医。哦，哦，快吃吧，我刚刚也已经吃过了。这个时候不能受凉。就干嘛？我跟你说，你现在这种状况，我每个月都有一次，你就先按照我的方法吃吧。活得久了，什么事都要见得着。这药真的管用？每个月痛经都会吃，你现在这种状况跟我痛经的反应一模一样。徐总，你不会也来大姨妈了吧？大姨妈？什么叫做我也来大姨妈呀？你来大姨妈了？今天早上来的？你不会是早上上洗手间的时候来的？是，你别说了。那你为什么不痛呢？对呀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为什么这次也不痛？
现在的年轻人呢？哦，都这么疯的看，明明捏的是他的脸，为什么疼的却是我呢？不好意思了，我这该死的美丽。为什么好像是他所有的疼痛自己都感觉不到，我却替他感觉了呢？气球，我的气球啊。徐总，你等我一下。你又干什么？好心了。给你，拿好。谢谢姐姐。谢谢姐姐。再去。谢谢哥哥。谢谢哥哥。你以为你是猴子吗？还上树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哎，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人家跟你说谢谢，你就不能说句不客气吗？把手给我。你知道万一你要是摔下来会有多严重，会有多痛吗？没有多痛啊，再说了，我要摔下来的时候你不是接住我了吗？哎，等一下，你这是在关心我呀？我不是关心你。你就是在关心我。我也很好奇，我为什么要关心你？因为你所有的痛都转移到我身上了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再跟我搞什么见义勇为、乐于助人的举动。还有，不要再拿你的身体去跟我冒任何的险，最好别再来那个什么大姨妈。可是我就不明白了，我只是你的保镖，又不是你的女朋友，我受伤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。你受伤，我会痛。心痛吗？
把手拿开。老板，你不会是爱上我了吧？滚！好嘞。三分钟之内你再不出现，就永远不再出现了。对不起，徐总，我只玩了三秒钟，就三秒，你饶了我这一次吧，不要开除我。那么生气呢？如果你觉得有人冒犯了你，想要生气而无法表达，那么就拍一下桌子，或者随便一拳打到墙壁上，别人知道了，知道你也会生气。叫你让开。思义，你要是再不让开的话，我就真开除你。不能关啊！现在员工都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去年公司辞职，他们已经降了工资和取消年终奖了，和公司是共进退的。他们失业了，就是无数家庭的毁灭。所以我希望徐总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哦哦，对了，我们连夜召开的会议，时间到了。你们真的让我太失望了，仅因为同情就可以扭亏为盈吗？我是做生意，不是搞慈善。周律师，着手去准备一下，广告公司解体。好。哎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我就是个犯人，还有机会重新做人呢？不是你们没有资格拿到这次机会。好，好，我。你不找个好过，你也别想过得去，你要遭报应的。哦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徐总，刚刚那些人真的都要开除吗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我在过家家吗？你再给他们一次机会，他们肯定会更加努力工作的。我为什么要花钱去资助已经面对淘汰才开始努力的人？好，我给你三分钟，如果理由成立，我考虑给他们机会。三分钟又是三分钟，你的三分钟是影响了别人的一生，算我不止于那三分钟。徐总，你不觉得你太残酷了吗？我给你三分钟时间，在我面前消失，不然我先把你裁掉。哎，可惜，刚刚也算我救了你，陪我去买药。走走走走走。徐总，我求你了，徐总，你帮我一次，徐总，就一次，徐总。求我没有用。徐总，徐总。哎。
刚才那个人，我们帮他一次好不好？救了他，也许就救了一个家庭呢。好，那我就告诉他，因为我妈妈的善良，所以我愿意救他的公司。我也希望他能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。那三分钟的犹豫和心软带走了他唯一的亲人，所以从那之后他做任何事情都坚持在三分钟之内做完，不讲感情，只看利弊，不给任何人伤害他的机会。走了。轻点，轻点儿啊！有这么痛吗？当然了。哎，打个比喻，如果有人把刀架在了我的脖子上，你救不救我？怎么判断？当然可以判断，我有记忆。你是我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，一直在我身边帮我听我，如果你有危险的话，我一定会救。看来我在你心中还挺重要的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那倒也不是啊，也要看救你的危险程度，做一个损失最小的决策。你挂了，律师一大把，我不能挂。你不在乎，你救可思议不救我，你爱上可思议了？哦，你脑子有病吧？那你为什么救他？周律师，你找人帮我调查一下，可思议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把他的赌注转移到我的身上？你是说，可思议把他的疼痛转移到了你的身上？是的。怎么转移？我们举例。嗯。上一次你拿杂志打他的时候，嗯，疼的不是他，而是我。嗯。就是这样，疼痛转移到我身上。明白吗？我知道这个很难理解。真的。真的。很可怕，太可怕。没事，有我在。都没有让你，刚才我打你的时候你一点都不痛，我都怀疑自己最近没有好好训练，力道不够。是不痛啊？那也不至于一点都不痛啊，一点都不痛。痛不痛？再来一下。痛不痛？一点都不痛，一点都不痛。我来吧，来来。啊！哦！
你都知道，我回开快点。后妈，没吃饭呀、啊、你？你是在侮辱我130斤的智商吗？我用了全力的。咱俩在一起，一起来信，谢谢。见了啊。不信了。这是我的人，你们谁也不许打他。为什么呀？你们这群暴力的女人！喂，谁敢再动他一下试试？为什么？打他就是打我。跟我走。哎，志佩，干嘛呀？我都下班了，你管我干嘛呢？我就是要管。你不许再打架，不许再受伤。我不练习，我怎么保护你啊？我是你的保镖啊！你知不知道，你受伤我有多痛？我不知道啊。算了，只要你不受伤。就算是在保护我，所以我警告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许再受伤。公子，这是满满的保护欲啊，简直就是现实版的霸道总裁爱上我。没事吧？可思议啊，你不是考我毕业了吗？你还来考我干嘛？许诺大老远来找你、啊。我不管你们什么原因，他今天必须跟我走。啊？你要干嘛？谁知道放你回去是睡觉还是去练拳、啊？哪里都不许去，必须在这睡。睡觉。山上来的，我哪知道？不是你让我在这儿的吗？我让你睡我家，没让你睡我呀！谁想睡他？不是你死定了！不让我走！下去。许诺，起床吃早饭了。可思议，不错呀！昨天晚上睡得这么晚，今天还来这么早，算运气好。我都买了早餐，你吃不吃？你吃不吃啊？怎么不理我？我先走了。小佳，头发凌乱，说明没有梳洗；睡眼惺忪，说明刚睡醒；脸颊发红。说明做贼心虚。可惜，你做完梦回家。我没有。没有。你就是做完梦回家。就是当。去哪儿啊？回家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你哪里都不可以去。你已经折腾我一晚上了，可是怎么样了？折腾一晚上，许诺，你呢？周律师，
马上给他家人打电话，把他所有需要的东西都搬到这里来。什么？怎么了？重新拟一份合同，标注24小时贴身保镖。24小时？什么意思？住这里。我不同意。补充条款，薪资加倍。不行。3倍。不可能。这是新的保镖入职合同，徐总在原合同的基础上把你的工资上调了2倍。我还以为真的会有3倍呢。搬进我家之后，减少了你的交通成本和生活开支，提高了你的生活品质，这远远超过你工资3倍，不对吗？甲方许诺乙方可思议，乙方工作时间以甲方工作时间为准，乙方活动地点以甲方为准，如果没有甲方的允许，乙方的活动范围必须在甲方的视线范围之内。我去上厕所也要告诉你吗？还有工作年限以甲方的需要为准，那如果你一直需要，我就要一直在他身边吗？这不卖身气吗？这个3分钟要到了，你要是不签的话，之前我说的所有东西全部作废。我签。天哪，做梦也没想到我可以住进这么大的房子里。老板，谢谢你努力奋斗，实现了我的豪宅梦想。在我家住就要守规矩，东西用完之后必须马上给我放回原处，在家里打电话的声音不可以超过60分贝，不要放很 low 的音乐，因为我不喜欢。不要买不符合我品味的东西放在我的家里，你的东西用完以后麻烦你收好，不要碍了我的眼。还有洗手间不可以留下外人居住过的痕迹，阿姨打扫结束以后不要跟她过多交谈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不要让公司其他人知道你跟我住在一起，明白吗？说完了，我住哪里？楼下。天哪，这是我房间吗？我从来没住过这么好的房间。别太感动，我会根据你的满意程度收取房费。在我家里，每一个人和物品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跟意义。你知道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吗？保护你。对，千万不要受伤。睡觉。你在干什么？谁让你做这些？受伤怎么办？哎呀，我会小心了。我给你做个早餐。小米粥养胃，豆浆好喝，还有鸡蛋、两个培根。开始吧。早餐周律师会买。外卖不健康。我觉得你做这些更不健康，更不卫生。哪里不健康，哪里不卫生了？
关嘴专注，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我说把嘴站住，拿起休息，给我站住！比上午好多了，一点都看不出来是被打的，真的。可思议，你真是人才啊！保镖打老板，你怕不是世界第一人吗？那还不是你先占我便宜。我占你便宜？应该是你先占我便宜吧。是蛋炒饭配上排骨汤才是人间美味。怎么样？不就是个炒饭吗？什么叫就是个炒饭？这叫做金玉满堂。你说什么？心好痛啊。这可不是普通的蛋炒饭哦，你看，它叫金玉满堂。在想起妈妈的时候，
你的心到底是带着哪种情绪？是幸福呢，还是悲伤呢？徐总，我感觉你最近好像……我怎么了？那我最近好像……你好像什么？就是我最近呢，好像总能感觉到不是我自己的心情，就是有时候突然想哭，突然很难过，突然心痛，又突然很想流泪。你说我周围会不会有恶鬼缠身啊？神经病。徐总，我找你有事，走。你们没记错时间吗？不会呀、啊，他的机票都是我订的，身份证上写的就是今天啊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坐。都是新来的。不知道你大忌，你别生气，他们想给你惊喜都是好心的。我知道。给我，给我。进来的，是你吧？什么？为什么大家给你唱生日歌的时候，你会那么难过？为什么现在一个人坐在这里，表面上若无其事，实际上却心如刀绞？告诉你吧，今天是许诺妈妈忌日。许诺妈妈在许诺生日这天出车祸去世了，所以从此以后许诺再也不过生日了。妈，又一年过去了，我过得挺好的，那你呢？我
我虽然不知道开心和幸福是什么样子，但我也不需要感受悲伤和痛苦。医生还是没有找到原因，只是说我的情绪可能跟我失联了。你怎么过来了？徐总。谁让你来的？我怎么能丢下你一个人呢？你现在恐惧、害怕、悲伤，想哭又哭不出来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替你哭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替我哭？徐总，你还记得你妈妈拥抱你的样子吗？如果之后因为她的离开而感到悲伤的时候，你可以学学她的样子，拥抱你自己，或许这样会好一点。我教你。想要悲伤的话，该怎么表达呢？如果是想要悲伤的，该怎么表达？想要在怀念逝去的人的时候，能感受到真正的悲伤，而不是在梦里。眼泪不是悲伤的化身，并不是哭了才是悲伤。我妈妈在很小的时候离开了我，在她的葬礼上，我怎么都哭不出来。我妈妈葬礼那天，我怎么都哭不出来。我明明是一个连看蚂蚁搬家都会流泪的人啊。亲戚们都说我冷血，但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是因为太悲伤了。所以比起眼泪，我表达悲伤的方式是用我妈妈抱我的方式抱了抱我自己。是你。可以了。好的。我第一次去做志愿者的时候，医生就说了，我是百分百共情，而你是零共情，所以我们才能成为搭档啊。原来我们都有病啊。对，所以我有病的事情你必须替我保密，不然我就把你有病的事情说出去。你是百分百共情，所以你会更加敏感，更容易去体会别人的心情，了解他们的开心痛苦，所以你今天才会像神经病一样说你能感受到我的情绪。不对，这次不一样。我以前是只有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才能感受到别人的痛苦，但是最近我什么也没看到呀。就比如那天吃个蛋炒饭，明明应该开心，但是我却突然很悲伤，很想。就在今天他们给你过生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奇怪，你面无表情，但是我却能感受到你悲伤又愤怒。所以今天在办公室不是你悲伤，而是在替我悲伤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可能啊。可能。不可能，我都不相信你怎么可能。我相信，因为你又怎么了？
我什么都没干啊，你别碰瓷儿。胃疼。哎，你今天一天都不吃东西，肯定胃疼。我去给你买药。总务员，麻烦你帮倒杯热水，谢谢。先生，您的水。谢谢。你跑哪儿去了？我第一次来这儿，走远了。你等我一下，我现在过来找你。我真是太佩服你了。你等着，我来找你。啊？好的，徐总。不爱走路的霸道总裁竟然来接我。买单。怎么突然那么心慌啊？毁了，你也没让好过。等一下，别跑！谁让你多管闲事的？不用担心我，我好像有铁头功，一点都不痛。你当然不痛了，我都说了，你的疼都转移到我身上了。啊！现在信了吧？还挺幸运的，没什么问题，开点消炎药吃下就行了。啊，谢谢医生啊。好。哦，可思议。对不起。不过徐总，我现在相信你说的话了。我相信你真的可以感受到我的疼痛，就像你相信我可以感受到你的情绪一样。你相信了？可是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？可能，这就是命中注定的。你干什么？我想抱抱你。放开！哎，大不了给你1000块钱微信转账。徐总，我以前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你可以同时拥有这个世界上最明亮的眼睛和最冰冷的一颗心？我还偷偷骂过你好几次。但是我现在知道，原来是因为你感受不到任何的情感，不是真正的冷漠刻薄。说完了。
你怎么跑我房间来了？别怕，我在等打雷。网上说了，可以试一下被雷劈。你这是要我命吗？不会死的，网上说了，只要不是直接被雷劈中或者劈到接闪器上，就不会有生命危险。可思议，又是网上搜的，你能不能别胡闹？这么好的天怎么会打雷啊？徐总，我搞了这么多事情，虽然你故意大声说话，装作骂我，但是我能感觉到你没有在生我的气。其实仔细想想，就算换不回来，至少还有你能告诉我，我有着什么样的情绪。前公关部在接洽的几家有意向的冠名品牌，迪丽珠宝、百特女鞋在本季度都有新品发布，都想做独家冠名。那公关部的衣服，徐总，你没事吧？徐总，怎么了？没事，你怎么了？抱歉，打断你，继续。但据我了解，他们在和其他平台的两个明星情感类综艺节目接洽。虽然蛋糕很可口，但分的人太多，我们也不占优势。酒汤，酒汤，对，就是突然之间感觉身子醒了。啊？哦，哦。对我们的直播方案也很满意，我们可以。哥哥第一次穿高跟鞋脚会很痛，可是我怎么一点都没有那种不适的感觉？对耶，第一次穿高跟鞋吗？没关系，我教你。迪丽珠宝对我们的直播方案也很满意，觉得。没有危险了。
去你的教堂了。这也太好看了吧！不过我们就这么在公司见面，万一被人发现了怎么办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拿狂虎队服讨好陈无为狂虎队员的前女友啊？哎呀，志向哥，你别开我玩笑了。不过你这衣服设计的真的好。哎，两杯不服。我说可思怡怎么不在办公室？原来在这约会。哎，咖啡没好呢。不想喝了。好，懂了。咖啡太苦了，喝奶茶，奶茶甜。可思怡，你回来了。可思怡，给徐总倒杯水。好。大哥，你能不能注意点？说句话会死吗？我刚都尴尬死了。谁当谁是狗？周律师，你要的水，能不能帮我问一下徐总，今天有没有出行的计划？这样，可思怡问你今天什么安排？帮我告诉他，今天我想休息。他说他今天休息。那帮我问一下他，如果他休息的话，我可以请假吗？他可以请假吗？帮我告诉他，万一我临时改变计划了，保镖就不要请假。不能请假。那你帮我问……你们俩是疯了吗？是你聋了还是你聋了？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非让我传来传去的，整得和传说电灯泡一样。你有病啊！挺团结，挺整齐啊！你们才有病吗？整得和小学生初恋。谁初恋啊？我四年级就有人给我写血书告白。还血书告白？许诺，你瞧不起谁啊？你叫什么？许诺，怎么了？你取了名字不让人叫啊？你怎么不直接改名叫徐总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承认吧，你就是喜欢我，我都替你感受到了。你一靠近我，你就心跳加速。你不是说心跳不是情绪，感受不到吗？那我自己靠近你，我心跳加速，我能耗你吗？徐诺。这一点就不如可思怡了，可思怡喜欢敢说出来，你呢？顾董，别乱猜。哎呦，我可没乱猜，律师说话都讲证据的。首先，超级洁癖不能接受别人触碰的你，可以让可思怡住在你家里。其次，
时间观念特别强、苛刻纪律的你，可以接受可思议每天迟到早退。还有啊，只要可思议一消失，你恨不得满世界去找他。如果这样都不算喜欢，那就是深爱了。你给我过来。我告诉你，告诉我什么？你不是喜欢他，你是深爱他。我之前跟你讲过，我能感受到他身上的疼痛。从可思议搬进来之后，我以为只有我能感受到他身上的疼痛，但奇怪的是，他也能感受到我的情绪。也就是说，你们之前产生所有恋爱的信息，是你们情绪和疼痛转移之后产生的误解。对。那你把可思议接到你家，不是为了保护他，是保护你自己。对。可思议刚刚说，他感受到你喜欢的情绪，其实他喜欢你的情绪。应该是。可思议把那椅子放在这里。好。来，我换个角度哈。这样可以吗？哎，好。来，保持。快去。好的。来，我们转个身。侧一点，对。好的。好，非常好。哎，好的。来看这里。怎么了？哦，对不起，徐总。啊？没事吧？可思议，你给我小心一点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。宋老板，我要不扶你去坐一会儿。徐总，就算他是你助理，你也得尊重人吧？他现在受伤了，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？你别说了，我都说了，我没事。对不起啊，徐总。徐总。我扶你去坐着吧。让开。思雨，我们走。小举哥。哎，好，保持啊。不扶了。OK， 我们换个姿势。这样，我教你一招。好，来看这里。可以证明自己的心意。好。来，我换个角度哈。找机会单独相处，想尽办法身体接触，比如牵手。拥抱，心跳加速，对，就证明你喜欢。周元信，哎，你是不是最近工作太闲了？来看这里。好，我们再换个。再说了，心动。好，就这样。我又感受不到。保持住啊。这简单啊。好的，非常好。戴上我的手表。你只要心跳加速，他会告诉你。今天我开车，我就以可乐代酒。哎，思雨，现在水果解解腻。真当自己是自由职业啊？三分钟之内给我回来，否则永远别回来。约会，
你不是有高跟鞋吗？我也有我的办法，不然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共享人生呢？ About the money for Jean's operation.While Jeff talked to the doctor. Christina. 妈，我不知道，我又突然有一种很难受的情绪。什么？这就是能让人哭到崩溃的电影？你被点笑穴了，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？我送你回去吧。我出去打个电话。啊，我还是去看看他吧。你要是再不回的话，情绪波动会更大。好，我马上回来。只想跟我着急回家。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现在跟你说不清楚，但是我特别着急，你能不能送我一下呀？好，送你。走吧。还有5分钟就到了。你千万别再刺激自己的情绪了。刚才你在给徐总打电话？嗯。那你那会儿又哭又笑，也都是为了他？不是为了他，是因为他。什么？哎，这事儿我现在没法给你解释，我得赶紧到他身边去。你就这么离不开他吗 ？C， 你们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里，你们两个都那么离不开彼此了？不是的，志孝哥，这事很复杂，我现在没法跟你解释。你好像很怕他。我怕他？对呀，我怕他呀。你都不知道他是多残忍一个人，天天就拿着老板的牌子来虐待我，要我过去我就必须得立刻过去，要不然他就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来折磨我的。别怕，我保护你。凭什么？
拼我的拳头。看到了吗？你保护的他，正保护我们呢。你在开心什么？没有啊。我都感觉到了，你现在特别开心，因为我打了直销哥吗？你怎么那么坏呀？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？我打了一直来对我最好的直销哥，我都愧疚死了，你还幸灾乐祸。你对得起你保镖的身份，如果以后梁志超还敢这样对我的话，你还要帮我打他。你有什么可开心的？我替你开心。我有什么可开心的？你开心，你开心，你是一个优秀的保镖，所以我决定了帮你提薪30%。我接下来说的话你要仔细听好，因为是给你的福利。我决定取消之前定下的规矩。什么规定？你要是再跟我发生肢体接触的话，我不会再扣你1000块钱工资。当然，如果要是在保护我的情况下，你可以靠近我，拥抱我，甚至可以亲我也没关系。亲我也没关系。干什么呢？没干什么。藏什么呢？我看看。想尽办法跟体接触，比如牵手、拥抱、心跳加速，就证明你喜欢。徐总，你是不是离我太近了？早点休息。别跳了，别跳了，再跳就要超速了。那个，刚刚你有感觉到什么？没有啊。
心情好点。我去上班。我明白。可思议，我跟你说啊，不论什么时候，只要你做任何决定，我们都支持你。但是石头那边啊，别去了。哎，为什么我头还痛？可惜。可惜没事吧？你要是再不说话的话，我自己拿钥匙开门了。可惜，徐总，你回来了。喝多少酒穿成这个样子？喜欢吗？
我昨天晚上和许诺告白了。啊？和哥的广告业务已经全部转到金凯那边，流程已经全部走完了，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节奏走，终于可以松口气了。接下来，许诺，喂，可思议，嗯，你到楼下了，啊，你上来吧，上来吧，对，什么？可思议来了，嗯，可思议。怎么样？应该可以。嗯，西装哦，发型帅，天下宇宙无敌地球帅。那我这个时候见到应该说些什么？恋爱真让人变愚蠢。啊？你告诉我，靠我的右手是怎么联系他的？我给你留了一张位置非常好的票，到时候你能清晰的看到我戴上学士帽，然后从校长的手中接过我的毕业证书。我给你看那个位置啊，你看。哎，看这儿，看这儿，太感人了，何不易终于变成真正的大人了。有一种自己辛苦浇灌大白菜，终于长大，还没有被煮狗子的感觉。刘薇薇，你看嘛。可思议大学四年，一个男朋友都没有。哎，拍照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女同学。啊，这不男生拍的吗？那你再看看其他人，人家都是成功成追的。拍就好了。你脑子里出的男人能不能想想其他的？能啊，想吃的呀。你怎么来这么早啊？我还在跟我同学拍照呢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求婚，千真万确，蓄谋已久。徐总，不是表白，这是求婚。嫁给我吧，思夜。我，思夜。可惜我不去。自己从公司到学校要12公里，这路上我不知道我经历哪些情绪，但是我唯一确定的只有一点，最重要的一点，我只想快点见到你。见我做什么？我想问问你，这一路上你都感受到了我哪些情绪？害怕、紧张、激动、想哭。原来害怕失去是这些情绪。可是你不要答应他，因为我害怕失去你。可思议，你感受到了吗？连我自己都感受不到的爱。感受到了，我早就感受到了，只是我不相信你会爱我。
志祥哥，对不起。可思义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就想这样牵着你的手一直这样跑下去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可思义谈恋爱了。可思议，我虽然现在不能像你一样确认爱、表达爱，但是从我逐渐失控的行为上来说，我确定我已经喜欢上你了。感受到了吗？感受到了，你的心跳得好快，感受到了你心里的悸动，也感受到了你急促的心情，更感受到了你对我的爱。我也感受到了你的心跳，你的悸动和你的爱。朋友开的，微微 ，Tony， 好久不见。是啊，你朋友啊？嗨，嗨，我闺蜜，今天要跟男朋友约会，靠你了。包在我身上了。周律师，来我包包试一下。老板，又叫我干嘛？别给我安排其他工作了。如果公司有什么事的话，你看着处理。为什么？放假。啊？跟可思议约会。
这里是总裁办，没有面试不可以进去的。而我们总裁今天没有任何预约。可思议！啊，可思议！是你啊，思议，你怎么变化这么大呀？我都认不出来你了。真是的。你那么夸张吗？哇，可思议，你这也太漂亮了吧！知道你这么好看，我就追你了。哎，思议，你不会恋爱了吧？恋爱呀？是啊。你谈恋爱了？你跟谁？你跟谁？你跟谁啊？怎么这么快打的？徐总，徐总，徐总。去约会吗？静止时间。可思议，别担心啊，
我没事，你再去给我再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到医院了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，不怪你，不怪你。罗少，快快快点。好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担心我了，你自己都这样了，你担心担心你自己吧。你要是乖乖躺这儿接受检查，我还用担心你吗？可是我担心你，你比我更难受。停停停停停，到底检查谁呀、啊？你们俩到底谁有病啊？他